各位您谢谢了哈。啊，咱小可复习一下哈。咱顶次这课讲了啥物款？还记得了有没有？一分比，这是要创啥样的？这咱，对，知影迄个内容无？大概也知影了哈。有印象一分比哈。还有各有讲到啥？治安的问题，治安的问题，这两项其实拢甲治安有关系。因为迄个一本笔是要掠啥物货？掠贪污的吼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两项呐，解决答案就治安就无啥问题嘛。安尼，你对民政府对台湾政府有信心无？治安你用一本笔，你就无帮啊管的问题嘛。赶快呐，赶快。同款拢是用这一本笔来去核啊，甲你。你一本笔拢爱算出来啊，一本笔都要算出来啊。治安，就讲这个贪污的问题，甲治安的问题解决了，这基础的社会秩序就差不多啊嘛吼。有简单无？大家够有信心吼？对。啊，过来这个问题吼，啊，拄啊，搁讲一个车牌的问题啦吼，车牌那是过渡期啦吼。啊，过来这个民事资源，这条实在是吼 ，civil resource， 捌听过无？civil resource， 这条其实是关系重大，但是这条讲落去吼。唔知好讲唔好讲呢？安尼啊？啊，什么叫 civil resource？ 这个联合国国语啦，就讲伊有一个国语啦，我念无恁听吼。他说：“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哈，跟被占领叙利亚、戈兰、阿拉伯人民哦，的阿拉伯人民，对他的自然资源哦及经济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哈，要求占领国以色列哈不要开采、危害、浪费、耗尽这些资源。”他一再的做个决议了，他就讲写了这个决议。因为这个戈兰高地家哦，伊一个高地啊，边啊拢全沙漠，无水，所以以色列40%的水拢来自于这个戈兰高地，导致当地人民就无水通用，所以就各家家来啊，啊，伊就要求讲说，你袂当开采、危害、浪耗尽这些资源，不得不当使用了，这叫民事资源。啊，咱台湾有啥物件去用抢去？啥物件？森林，那都是小事情啊，迄拢是小代志，较大条。导演，对对。自然资源啊，毋是人权啊。其实咱，钓鱼台有真侪资源嘛吼，有真侪石油嘛吼。啊，但迄咱本国伫管辖，所以迄嘛无啥问题啊。啊，另外一个所在呢，南海啊，南海石油搁较侪呢。啊，即摆上你管，上你啊。迄是啥物所在？南沙啊，啊，迄什么所在？中国吗？有关的，咱买了这 GAT 吼，中华民国伊有伫个太平岛嘛，佮边啊佮一个岛，两个岛啦。但遐真侪岛呢，
其他外人占去啦，中国占去啦，马来西亚啦、菲律宾啦，这大家拢占一寡呢。啊，这是啥个所在？根据是什么？尖阁群岛是钓鱼台啊。这叫做新南群岛，捌听过无？新南群岛嘛，新南群岛，捌听过无？新南群岛是1939年3月30号吼，啊，这个日本的内阁吼，决议把它纳入领土啦。啊，过江吼，台湾总统府甲编入高雄市啦。啊，高雄市哦，这样算叫高雄市哦。高雄州比较大了，高雄市比较小。啊，这个高雄市啊，这件那是第1939年3月31号嘛，战争之前嘛，太平洋战争之前。啊，战争了，不啊，战争还没刷战争了。1945年4月初，台湾有实施宪法嘛，对不？啊，有包括高雄市无？啊，安尼这个所在变成什么款？国土嘛，台湾的高雄市的嘛，高雄市嘛，台湾啊，台湾嘛是天皇的嘛，所以这什么人所在？嘛是咱的所在啊，啊，今麦拢互人占去啊，今麦是咪拢占去？我拄仔有讲一条啊，无阁讲一条。即台湾即个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啊，战后啦吼，1945年之后战后，1952年第二条 B， 有日本放弃台湾嘛？啊，第二条 F， 有日本放弃南沙群岛嘛？啊，放弃之后谁的？哦，你巧，23条空军占领，啊，美军安有占领无？啊，你有占领无？狮子，伊有法律的占领，但伊无实际上去管，互别人占占去，受害。我们受害，美国是失职，咱是受害人。我拄仔讲这个联合国有一个决议吼，你拄仔听到无？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的叙利亚、戈兰的阿拉伯人民对他的自然资源跟经济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，要求占领国以色列不要开采、危害、浪费、耗尽这些资源，耗尽这些资源。哎，大家这听有无？啊，这上来，讲清楚。我拄仔念过两遍了呢。练过两遍了，被占领的叙利亚、戈兰的阿拉伯人民，啊，咱家呢？咱的是什么人？台湾。你那么注意听，被占领叙利亚，叙利亚是个国家嘛？啊，戈兰呢？一个所在嘛。戈兰是一个所在嘛，的阿拉伯人民嘛，啊，被占领的日本的台湾的人民，有无？有讲无？有讲吼？啊，这阿拉伯人民在台湾叫什么话？本台湾人嘛，对不？啊，恁有无？恁第一讲，比如恁问恁恁是无？是啊，啊，你有证据无？签好了吗？当时签的，哦，拢签好来哦。哦，安尼恁是被害人哦，对吧？要怎处理？告美国。告美国。
啊，即嘛是去互送侵害。流氓证都无甲你侵害，伊是安那失职尔，伊无安那侵害。你要告伊有效，你告伊有效。啊，你甲告安尼哦，你根据哪一条？根据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哎，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是旧旧金山和平条约个上签的。上去签的，国家才会当签呢。啊，你台湾敢国家？你没有资格呢。啊，没有资格呢。啊，我拄仔咪甲你讲过啊，就被占领的阿拉伯人民啊，啊被占领的台湾人民啊。啊，你刚才不是说你是台湾人民吗？你就可以去告了。啊，这卖讲伤济啦，讲这，讲到这就好啊。这内底偌济钱知无？这内底偌济钱知无？二十条美金，出估啦，20兆美金，20兆是多少？20×30，换做台币嘛，600兆。啊，即嘛，流氓政府一年预算偌济知无？没不到2兆了，啊，除以二等于多少？300年，300年的预算。安尼那这那是算台湾的，安尼有好业无？敢有比这个我大条的？哦，就是啊，啊这条，嗯，对啊这条。不过那是讲有法度摕到这个物件，免得开采，开采这爱钱呢。啊！你开采这啊，这两个讲落去吼。可能这开采吼爱资金啦，爱技术啦。啊！你技术啊，中国的技术是会当505公尺啦，但世界是超过3000啊，所以中国有技术无？没有技术。但中国有一个好处，伊有钱呢，叫伊来投资。啊，无咱石油开采嘛是爱卖对无？啊，无伊来买啊，咱卖伊安尼。爱着牵一条油管转去，总是比伫南亚呀吼用船来载，会当省一寡运费嘛，对有好处无？所以讲，即关系来拍赢，就来投资三万。啊，无你石油要卖倒去，吼、哦，对啊吼，会使吼。啊，对伊来讲，对伊来讲啦，伊嘛好处啊。伊讲要搁置争议嘛，共同开发嘛，安尼是毋是共同开发？这官司若拍落去，伊敢会当反对？那安尼，那甲出出招，咱即嘛先讲个白嘛，共同开发、共享利益，伊敢会当反对？这甲国策嘛是拄啊好尔嘞，好、哦、对无？啊，技术爱找什么人？找日本。咱来报告的，找日本。啊，美国创啥？美国伊是维氏，你知无？你怎讲伊狮子对无？伊爱来维氏嘞。伊爱来维，啊无你讲台湾要去开采，哪有可能啦？伊无来维氏，你是变哪？所以伊嘛占一份啦，对无吼？啊，过来吼，即个越南啦、菲律宾啦、印。马来西亚这呢，就地保全，嘛算一份给伊。啊，那台湾一份嘛吼，做东，台湾做东一份嘛。啊，维氏是这个美国嘛，啊，咱的日本嘛技术，啊，中国嘛出钱嘛一份嘛。啊，这个南沙这嘛就地保全嘛，啊，咱算五分之一嘛吼。啊，拄啊300年除以五多少？六十年嘛是不少嘞吼，嗯，就是安尼。所以这个民俗主管吼，讲到这就好了哈，真的卖去讲啊，嗯，到这就好。
到这里就好，到这里就好。这彼此之关系关系重大哈、重大。那各讲一条，这个全民健保啊，这农场，因兜前方若是安尼啥款，恁厝的头前若是安尼，啊这农有机农场，啊去参观呢，梁家农场正面四排种三行12个王室。今年夏天切菜，他们努力种了4个王室，照顾的品质下降，觉得还是7个王室比较恰当。那一个王室大概30坪啊，还有这一个王室哈，一个王室收入哈，我来看卖啊，看有无？其实伊一个王室的收入，伊讲。那是有这个刘丽雪，刘丽雪捌听过，伊讲20-20斤左右，200斤呐、啊，200斤的菜，一个王室有200斤啊，因家粮食这吼，伊讲弄500斤呐、啊，才足济，啊不过那200斤来算，一斤呐是讲做40块来讲吼，或者8万呐、啊，或者8000，哦8000，啊8000。40块，200块，20百，8000，8000哦，8000，好像不太对呢。8000，哦8000，啊7个王室，5万了，搞得唔对哦，我算过。我刚才讲，那是一包啦，一包，对啦，一包不是斤啦，要乘以二啦，乘以，超万六啦，超万六。6万乘7，10万块没问题啦。对吧？只要那是讲，如果说这样子啦吼，一对手来做10桶嘛呢？安尼敢那像小块赛吼？其实咱爱做一件工课，就讲，伊这是一个有机的农场啊，伊安尼做了吼，啊这个东西牵涉到很多东西啦，就讲你这个土壤的改良吼。那农业大臣有讲吼，即卖地方政府是用资源烧能源，听有无？资源烧能源，即一台车吼，C6-3238，车大灯无关，赶紧去关。C6-3238。好、哦，赶紧关哈！啊，这个农场真重要，咱大家人这健康跟这拢有关系的。啊，但是这菜吼，最近发生一个问题，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讲，热天的时阵大家拢无菜，啊，寒天的时阵大家拢转菜，安尼要怎处理？不是有机嘛，是赶快有这个问题，还是有这个问题？两场，其实咱这看有通讯哦，这个砍手给咱，砍手给咱，这太空食物哦，就因为咱的有机的物件会当做太空食物，还得甲砍手给咱，看有哪块的技术咯、哦、来处理这件代志，啊无，好、哦、啊，真的是讲生产冬天的生产过量嘛，啊，你变哪处理的？因都变掉尔嘛，
袂无人也着变袂定，咱。好，无要紧，就是讲，即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啦。哦，啊，咱过来讲即个厨余，即个台湾吼，大概有90年底吼，总户数大概有7,937,024户，啊，每一人每一家吼，用一顿啦，伫厝诶煮一顿。啊，产生的厨余大概1公斤左右了。啊，如果天气冷的话，每户的厨余增加了2公斤。啊，全台厨余总数量加起来大概15,000公吨了。如果再加上学校等等等，加起来大概2万吨左右了。啊，厨余这有机堆毁这边来处理，铁锈吗？基本是铁锈了，用油给烧。啊，安尼各位来去堆毁好不好？不是讲乌起来，讲堆毁这件工课是，嘿，臭毛毛呢？系啊，但是若有技术，那是袂臭啦。碳半比那是有拄啊好是袂臭，啊，无各位来啊堆毁。这项工课吼，我是建议讲，给这些吃毒品医疗这些人吼，来做这个工课。吼，安尼，按照咱政府安怎给钱，体制安怎给钱，啊，这工课真少，真侪达官区拢有嘛，达官区拢有农地，拢有需要这个物件嘛。哦，啊！你每天20,000吨的厨余吼，可以生产60%的堆毁，12,000吨啊！吼，1年365天，大概有生产438万公吨的堆毁。啊，一分地300平啦吼，啊，要改良做有机堆毁要20吨的堆毁，一甲地3000平，所以一年要200吨。啊，一年一家要200公吨啊！啊，一年438万吨除以200公吨，所以一年那这些堆毁、这些厨余拢去啊堆毁，可以改良大概20,000甲的土地。啊，台湾有86万甲，那个前面有计划大概要40张，初步估计啦。哦，啊，但是那是讲有开。差不多啦。大概有这一些啦，估计啦，大概就是大概40点。但是咱这咱是咱来行一条路啦吼，因为这安尼才会健康，嘛是啊，你也有堆肥啊，啊，你也有堆肥啊，啊，堆肥要堆来，就是要用这有机的资源去堆肥。这拢甲各位直接有关系啊吼，都直接有关系。土地的资源开发改良，台湾总面积360万公顷啊，平地95万公顷，山坡地97万，高山地168，可耕地原本是100万公顷啊，因为工商业大量转用、大量开发，河川新生地13,000公顷，海埔新生地。目前耕地86万5千多公顷，其中水田45%，旱田40%，合计大概水旱田大概86万多公顷。农业人力资源，1952年一户6.5人嘛，啊，耕地面积1.2，等等等，就即卖就越来越少了嘛，哈。啊，不，无要紧啦，就讲，咱爱这个产销爱甲弄好吼，啊，甲辅导这毒品犯吼，毒品这人来弄处理，提供堆毁啦，提供予咱这个，咱再转给这个农家嘛。
啊，咱那个处理就讲，伊生产的过量的时阵，爱家砍收起来，因为你若是讲好物件，干燥，哦，做太空食物啊啥，这咱爱研究，希望专咱通讯老专家吼爱研究这件工过。一对夫妻啦，四个30平，往事月入三万，一个往事月入3万块，大概一对夫妻可以，应该是小块当生活啦。四个往事的话，做伤济，拄则算的是大概一个往事大概3万块啦，啊，四个12万，大概是安尼。这嘛是一个。有啦吼，可以啦，安尼对啦。你若装卡南部的，若是讲四分地四个往事是偌济？四个往事是一个30平嘛，安尼偌济？毋免干2分地呢，不用2分地呢，还有做田的无？2分地你讲要月入10万，够有可能？无可能嘛吼。但是这种做法就有可能哦，这种做法有可能哦，因为你算会出来嘛。伊就40块嘛，伊就一斤四，诶，唔系，诶，一包40块嘛。啊，一个往事上低咯，做200斤啦吼。啊，若较有办法咧，通做到400-500斤咧。不止200斤，哦，安尼你大行哦，咱算200斤就好。我算上保守诶哈。诶，到这有啥物问题无？有没有问题？无人继续讲了吼。这个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的例子吼，这大家拢知啦吼。所以你要决策，要有决策的工具嘛。啊，你若无决策工具，你也不知道这个做的是好是坏的，哦，啊，不知道是好是坏，所以坏的只好给你一个裁量权，啊，裁量权那里的就裁量权，你又没有工具去节制它的话，那就是很多问题啊，啊，所以咱今天就是讲，比如讲这个一本比这哈，就是一个好你选择一个。筛选过滤的一个工具的哈，啊，你嘛讲一个问题啊，全世界哈，甲这个 PRC 啊 ，PRC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，而且拢主张一个中国了，而且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啊，全世界的都承认中共的政权嘛，中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，对不？啊，那是台湾就是 PRC。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安尼变怎啦？安尼中共派解放军来占领中华民国，就占领台湾嘛，就是内政问题哦。啊，所以台湾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是台湾，加上一个中国原则，台湾有未来无？哦，死路一条吼。其实这伫张庙长嘛讲过，1950年6月25日，韩战爆发，27号杜鲁门的宣布台湾中立化，因为台湾中立化把这个东西切断，这个台湾不是中华民国，好，把切断，因为伊韩战嘛，伊违反了侵略的这个承诺嘛，所以中国就失权。所以把这切断，啊，再派这个第七舰队来台湾，就是防卫台湾，到今嘛，一直到今嘛。哦，当迄天拜五迄天，你有讲过啦吼，大概是安尼。啊，这就是讲，所以讲，啊，这就是政策嘛。啊，上主张安尼，无啦，这上主张安尼。迄个洞吼，迄两个洞拢安尼吼，这实在是吼，
无记咯。我甲恁回顾一下，就讲，即个贪污的问题，其实是真严重的代志哦。历史上拢是安尼倒去的，所以咱来有即个工具啊吼。甲恁讲一下公民权利法好啦，还过一段时间。公民权利法，咱这即、這个审核审证的人，拢网络上拢有公布啦吼。啊，什么叫台湾人？非本土台湾人 PDW， 诶、欸，咱有一个问题就讲。我汉籍的人，我汉籍的人就是这个 PTW 啦。他会当在本法实施前吼，已经参加台湾民政府所举办的研习工作，且协助推动台湾民政府的工作者吼，可以取得台湾公民的身份啦。因此，如果台湾公民身份证开卡前吼，恁有这种朋友吼，恁当叫伊来参加这個。他、啊、就协助推动这民政府的发卡的工作哈、哦，贡献卓著的话，那就有机会 PTW 会变更哈、哦。什么叫台湾公民呐、啊、哈、哦？再看一下《公民权利法》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，有三款的人，要看着台湾公民权利法哈，1945年9月7日进前住伫遮的人。给伊个后代啦，哦，原则上是安尼。啊，第二项是讲就依照本法这迄落规划啦，就讲有贡献的人。啊，第三款是讲就这个，诶、欸，唔是，第三款是讲就这个第一款跟第二款的儿子啦，的囝啦吼，比如何瑞贤甲因太太，啊，迄是毋是台湾人？美国人甲啥？唔是吗？不是吗？何瑞仁贡献有没有大？台湾人啊。嗯，对吼。阿姨甲因太太的囝呢？你来看，你来看《台湾公民权利法》第三条。爱看，你来看，看底下。啊，过来讲有户籍的台湾居民，有户籍的叫台湾居民啦。People on Taiwan 诶，诶，昨迄间嘛讲着 ，People on Taiwan， 啊，阿韩籍台侨，台侨有啥物款？台侨就讲台湾人，就较早白色恐怖，啊，就走去外国诶，迄叫台侨，迄第五条诶，即个人拢是台侨，甲阿韩籍拢同款，拢是 PTW， 但台侨伊若转来涉及，伊就当直接变作 TW， 安尼啊，阿韩籍就爱。有一个协助的贡献哈，有贡献在在。啊，若讲非台湾公民亦非台湾居民，迄是什么？迄是外国人哈。嗯、过来。这有一个，这给您测验看麦哈，在台湾有户籍的流亡政府，这是什么？人民。居民哈，啊，台湾有户籍，父为中国人，母为台湾人，这呢？有户籍啊，父为中国人，母为台湾人，这 PDW。哎，啊，没有户籍，父为中国人，母为台湾人，这呢？这是外国人吧？还有。有户籍，然后父为南非人，母为台湾人，真的 ？PTW 啦，啊，有户籍，父为中国人，母为台湾南非人，哦，
外国人，有户籍户不详母为台湾人。这叫做公母嘛，这就是有户籍的台湾人嘛。啊，有户籍户不详经中国人收领，认领，这叫啥？这叫做居民嘛，有户籍嘛。这认领嘛，认领就讲小三生，咪叫认领。啊，母为台湾人啊，小三是台湾人啊，这就是。PTW 嘛，啊，在台湾有户籍，户不详，经中国人收养，母为台湾，啊，这呢，这嘛是本岛人啊，吼，啊，过来，台湾公民身份证，每个人均需有日治时代户籍成本，对不？对吗？不对啊，对啊，不对。对啊、哦，啊，何人有没有台湾有日治时代成本？无吼、哦，迄款的就无啊。你要看第几条啦？那第一条就矮，啊，第二条就变了，第二款就变了。啊，原住民申请要不要可以免入日治时代成本？对不？对哦。啊，啊，啊，那个高金素梅矮无？啊，对啊，啊，所以讲因矮无？哎呦，嘛是哎吼，好啦，是毋是时间到？还是阿无？我看卖时间到。阿各位有啥物问题无？大概拢差不多有讲到啊、哦。不只爱来上课，爱来协助推动，还有贡献，对咱的开卡有贡献啊，那在在。对对对，嗯，还有认同积极的作为啊呢，无够啊。就讲有介绍，然后介绍了不少安尼吼，工作积极安尼，才有可能啦。哎，到时再讲。哎，啊，佫有啥问题无？还是啊无咱，佮遮先结束了吼。好，谢谢。请起立。